电动牙刷好用。那相比一般牙刷下来，真的有感非常多。因为第一是它的速度，速度上就是会比一般牙刷来得更稳定，然后持久。那也不会因为是刷到后面，那觉得很累了，想要赶快敲敲。用一般牙刷的时候，常常会施力不当，就是因为常把它刷干净，就会让自己的牙龈就是受伤，然后流血的这些问题。那这样子不但牙齿没有刷干净，反而还受伤，就是更不好。电动牙刷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再来就是就是家中也有小朋友，他们在学龄前，然后学习刷牙这部分，用电动牙刷来说也相对的较简单，因为小孩的掌握度也还比较不够。那电动牙刷对于他们的学习来说会更加的容易，然后牙齿的清洁上面也会来得干净，预防蛀牙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把牙刷放进去。适用于日常清洁。第二种轻柔模式，专门给牙龈敏感族群使用。再来是充电指示灯。自从用了这款 Panasonic 电动牙刷之后，我觉得再也回不去一般的牙刷，因为用这一款牙刷就是比自己刷还要干净非常多倍。然后这款有三个点是我觉得最值得入手的特点。第一就是它的外观非常的轻便，然后又很简约的设计，觉得第一眼就会想要选择它，比起其他品牌。那第二点就是它的功能的部分，它有两个模式可以去做切换，一种是普通，一种是轻柔，针对每一种状况的模式下去做调整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价格的部分，我也觉得是非常好入手的一个价钱，然后不用2000块就可以买到这么多功能然后又美观的一支电动牙刷。那这款 Panasonic 轻巧美型音波电动牙刷是张某某独家研制，还特别附赠了10支刷头，相当于有2年半的时间都不用再换刷头喽。